在遇到这个男人之前，我也不知道原来喜欢一个人会让人忘了自己。盲眼富家子弟，为爱痴狂。等这个表再次动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两个人相逢的时候，也是我们俩步入礼堂结婚的时候。当他重见光明时，同父异母的白狼却夺走了蒋欣，是放弃还是奋不顾身夺回？10月21日晚间8点，未来综合台《千金女贼》。